TV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围棋 TV 为大家带来的大赛直播，我是贾荣璐，今天由我和梦梦一起为大家解说。TV 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与我们相约在8月23号这个美妙的下午。首先呢，祝科比拜伦特生日快乐，然后希望我们的讲解能够给棋迷们带来欢乐。今天跟大家一起欣赏的是第17届同理杯中韩围棋天院对抗赛三番棋第二局，朴伟勋也是背水一战。对对，他前天也是1目半的差距负于陈晓烨，相信他相信两个人今天的对局一定会非常的精彩。那我们开始吧。对，那我们开始看棋。这盘棋是朴伟勋的黑棋。布局也是下出了最近非常常见的新无忧角的结构。这个布局想必已经流行了至少100年了吧。最近对付中国流点角也很常见。对对，这个是最近大概2年内吧，非常常见的。这个局部最先是牛哥，是邱俊，最先研究出来的。邱静也是实战是管理，对，但班很常见。对，班是因为以前一直都是班的，就是说点角为什么没有人点角，原因就是因为班。不过最近这个棋已经下了太多次了。简单摆一下。对，这个棋然后再加这个班的话，黑棋有很多下法。可能会现在可能会拆，而拆然后拆哪儿也不一定，可能拆这儿比较多。这局部大致也是形成了一个2分，还没有什么定论，可能根据棋手不同的喜好来去选择黑棋或者白棋。对，但实战的白棋并没有这样，陈晓烨还是非常稳健，他可能还是觉得对自己的后盘很有自信。拐阵，不过朴伟勋执黑的朴伟勋也是一名官子型的棋手，他的后半盘也非常扎实。然后白棋刮角，黑棋朴伟勋也是手脚。现在黑棋几乎所有的子力都在散路。对。然后这张棋，小贾同学，你觉得是不是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它可能本身就我们最普通的可能是这个或者这个，但是它可能担心黑棋有挂角之类的，它希望就是这边模样吧，可能更侧重于整个中国流这边。对对，小贾同学说的很对，白棋这张棋就是把重心集中在了上面的大模样，他是觉得黑棋在这一代也就是暂时而言，他认为在上一代上面的重要性不如左上，所以他选择了比较那个照顾到左上的一个选点。那实战朴伟勋自然是针锋相对，打入在了上面。然后局部而言是不是飞一个比较常见？对对对，飞一个是也是最近就是近几年下的比较多的一个局部的棋型。我估计黑棋应该会飞吧。飞。对，然后阵吗？白棋阵也有，阵的话黑棋就会盯这个。那白的就对，这样是加法。对对对，这样是士与地的较量，这样黑棋获得了实地。同时呢，但是白棋呢这边显然是规模更宏大了。现在白棋可能会什么扩张啊，或者是什么在这再走一个也是有可能的。这边白棋会比较大，不过这样的可能。我觉得可能陈晓烨和朴伟勋的两个人的棋风都是比较喜好实地的。可能觉得白的不太好掌握。对，他们可能都会觉得这样黑的还不错。所以实战并没有选择这样。实战这个时候，陈晓烨现在这个局部错线，这个变化还是很复杂的。陈晓烨是选择了一个简明的，在这边飞棋。黑棋飞，然后白棋跟着飞。扩张模样。对，其实我，这两步棋本身是很正常，但是这两步棋是陈晓烨下出来的，我就觉得很奇怪。确实。
因为他给我们的印象都是比较喜欢史蒂的。对，他的棋风就是，夸张的说法就是，就以前他的棋风夸张的说法就是二三线的混合滑行。现在呢，他现在子力已经走到四路，这张棋更是走到六路。我觉得还是我可以说这盘棋他也做了一个全新的尝试吧。嗯。现在就普通的下法肯定是，既然你不走，我就对，走一个。但是可能这样白棋的模样会太大了。对对，这样的话，他可能还是朴宇勋可能还是觉得在这一带白走一会儿，甚至中间来一个，这左上，或者说这整个这边的规模还是非常宏大的。嗯，所以实战的黑棋也是倾向，对，直接进入到了白阵。对，然后白坚是比较坚实的下法。嗯，如果是非就这种地方，那么脚步就是有拖这种味道存在了。如果你扳我黑棋扭断，那么这个局部的味道就出来了。嗯，如果是在这儿的话呢，显然就没有这种下法。所以说局部的坚对于白棋来说应该说是比较稳健比较正义的一手。 然后飘起飞一下，白棋也只能挡住。比较现在如果说单纯想做火，是不是搬了虎局部眼型会好一些？对，如果是能走到的话这样会好一点，然后白棋打吃，这个今后还有一个劫的余味，感觉黑的还不错。但是可能搬的时候可能故事不会那么简单，白棋有可能会反击，可能会点这个或者点这三个选择。加成立的话，那这个搬可能就有问题了。不过这个加倒是不一定。这好像白棋这有个断点。对，这个需要计算。感觉上白的挺过分的。对，像白的形状比较紧。实战其实我是觉得黑棋现在尖一个是可以考虑的。对，我在看上午看这盘棋谱的时候也是觉得黑棋为什么不尖掉这一下，是我的对这盘棋的第一个疑问。白棋基本上会立吧，如果不走被八连扳已经活了基本上。是，我觉得尖的话白棋的第一感也是要立。这样他再向实战这样靠，对，他再向实战靠过来，那形成战斗的时候尖一个一定是便宜的，我觉得。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疑问。实战的朴宇勋没有做这样的交换。对，他这条棋是直接靠在了四路，很有就是很激烈的一手强手，可以说是在布局中其实很少能见到这样直接靠在白棋形上面的这样的下法。然后白棋如果简单的扳的话，可能被断了以后就局部就已经不太好硬。对，因为白棋，因为黑棋在这一带相对是处于弱势的。他是黑棋总是希望能够走到一边，能够就是多长几个子，对，借劲儿，通过多跟白棋交换，对，多跟白棋的棋子接触，这样的话借劲儿，然后他就会达到转换的这种目的。现在白棋假设打是这样，对，然后粘上就可能是很常见的，看起来黑棋形状很烈，但是这样黑棋就转到了这边，那白棋只是吃，就是最多也就吃掉黑棋的两个残子，那这边的阵势被打破，整个的大模样也就被打破了。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一带，这就是棋局的棋盘的别的地带都是黑棋的子力，那么这样可以说是白棋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败图。所以白棋不行。那如果白棋搬这边呢？搬这边也是可能的，不搬这边的话，黑棋就会搬下来。就还是有点被接近的感觉。对，这样你肯定是不能断吃的，断吃就相当于这个时候你去打这个，显然本身就是不成立的，那你可能只有粘，这样可能黑棋再回到尖这个，你如果是还是要立的话，那我就算粘上，这样大家可以看到，黑棋在这一带就筑起了一个小堡垒，那白棋同样的是大模样就被，就被黑棋打，效率也很低。对，现在再来看这两手棋，大家可以发现。如果说是现在轮白下，白棋一定不会，首先第一招一定不会下这儿，然后第二招下这儿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说这个结果显然是白棋不满。那既然不能搬这边也不能搬这边，那白棋将会如何选择呢？可能就退或者退这边吧。
对，推这个显然是比较稍微软一点的下法、嗯、对，所以实战的想要也选择了长。嗯，黑棋当然是盖住，然后万一再长是挖是吧，再挖、嗯、对，可能这样。对，这个棋在这个局部双方打响了本局的第一个战斗。嗯，然后白棋断，同样现在黑棋假设稳稳的长一个，是可能是第一杆，对，跳过可能木有点损的太多了。嗯，对对对，这个太大了，这样首先大家就是白棋都联络了，然后假设你在这一带没有棋的话，那么白棋的实控也是非常可观。嗯，黑棋这个看起来形容还不错，但是将来还是要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嗯，所以黑棋这个长的下法在目前的局面下是不太好的。嗯，所以黑棋就拐下来，然后强调这边的一些余位，而且还有一些野位。对，然后把白棋分段，不仅仅破掉白棋木数，把白棋分段之后，白棋整体上也出现了保卫。嗯嗯，但白棋现在这个打出来是不是有一些激进的感觉？嗯，对，这张棋确实是，确实不是第一杆，就是这个棋形、嗯，大家总会觉得是打在上面比较正常。这样。对，打在上面是正常，但是如果打在上面，那对黑棋来说首先没有什么大的威胁，然后你在这一带走棋，大家会说这个白棋局部效率实在是有点低，然后这底下的味道依然存在。嗯，这一档这个对上，嗯，我觉得无论如何白棋都是非常头疼的。嗯，所以说白棋从这边打其实是不可取的。对，虽然说这张棋可能不是第一杆，但是冷静分析之后可能是打吃也可以说是必然的一步。嗯嗯，当然黑棋是要长，然后白棋再贴出。嗯嗯，搬的时候白棋只有弯，然后还得粘上。对，然后白棋再拐。嗯，现在白棋通过打断，大家可以发现黑棋的左边和上面这已经被分割开了，然后每块棋都是不能轻易弃掉的，现在似乎黑棋有点难办。嗯，但可能黑棋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些余位，所以对，那还挺乱的。对，是黑棋是需要利用这一带的余位来做文章。如果说这里边什么都没有，那黑棋显然是大苦战。嗯，太，所以这么多子不好。对对对，所以黑棋必须要围绕着左上角来进行来做一番文章。实战的黑棋先在左边靠，对，这个靠也是声东击西的下法。嗯，可能直接如果直接从上面走的话，对，这样，对，然后白棋粘的时候黑的搬的话就被白棋这样粘死了，就他搬不到这一下，现在搬被打，所以黑的慢一气，那么黑的要延气。 对， 对，大家注意在搬的时候、这步团是白棋唯一的杀法。嗯，这个是也有可能也是不容易被发现的盲点吧。嗯，但如果说你要虎在这里，这边可能就被搬粘。对，搬粘的时候大家看到这里有个断，对，然后和白棋挡回去成了剑合，这样黑棋不行。对，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明白黑的靠的目的就是争取在这边多走了几个以后这个断就被补住了。对，这是靠一个，其实也就是声东击西的一种下法。嗯，实战的白棋对这张靠也有点棘手，不过实战的陈小叶还是选择了最强的应对。嗯，搬黑退是相关联的，因为在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等搬粘的时候这个段就是已经消失掉了。嗯，但是陈小叶仍然是没有理睬左上的那种恶位，他还是把这个头长下，局部下得很强硬。对，当然现在朴宇俊必然要追究白棋的味道。嗯，搬也是必然的。对，打吃挡住，然后打吃应该也是必然的。嗯，反正这样。对，现在黑棋当然是只能虎。嗯，这个时候白棋搬了一个。对，他实战选择搬。白棋有没有？如果我先猴一个是？猴一个就是，也是很可能。
这个局部变化非常复杂，其实我相信任何人都不会看得特别清。嗯，对对，我猜想他猴的话他是会担心黑棋就做过、啊、对，应该会蛮有力的。嗯，是这样做后吗？总之黑棋做活的话，嗯，会就算粘上吧。嗯，然后白棋这一段要跳过，黑棋就算点一下。嗯，那这样黑棋就算轻松，很非常简明的弃掉这一边的子、嗯，白棋恐怕是不能很不一定能搬。搬的话，这有断了一位，可能这边我就算双一下，嗯、你被我断掉，可能你不行吗？对，如果你是这样吃，我长，你再这样尖。那这上面还有飞下去的一些手段，这样白棋吃的就特别小。对，白棋吃的不大。嗯，其实你把这所有的子力拿掉看一看，就知道白棋只是围到了边上的这一块空而已。但是黑棋首先已经活到脚上，其次呢，你这一带，你这块棋被我分割，我即使不追究你，我就算拆拆一，那白棋在这一上面一带的效率显然也是非常低。嗯。这个图白棋是断然不满，所以白棋不满意。对，所以白棋的缠腰叶这一步一路搬也是给予了最强的回应。黑棋扑也是好棋。对，黑棋扑一个确实是好棋，虽然说我看他扑的时候不知道他好在什么地方。我其实其实我还真的不是特别懂。嗯。我估计应该黑棋就是假设第一杆长的话，那么白棋将会打一下。嗯。然后白棋再搬粘，这时候大家就是可以看到他扑一个的好处，就是现在扑的话，白棋肯定是不会提。嗯，肯定会做眼。对，这是扑一个它的用处。嗯。当然，扑也有扑的不好的地方，就是白棋长一点。嗯，这样的话就是你这招棋总是要走。哦，对，就是说你可能就是假设白棋在这儿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白棋的气是非常急的。嗯，那么这个子在放在这里，就白棋就不需要担心气急的问题了，这也是铺的不好的地方。嗯，不过相信朴远俊的计算，他在这一代已经算清了，铺一个应该是便宜的。他对今后 的下法应该已经有一个自己的预判了吧？嗯嗯，这就反应气。对，然后搬，这时候黑棋还是回到粘。嗯。现在当然白棋这个子就不可能放这儿。嗯。但现在白棋最简单的。对，首先就这个地方眼见的有一个打断，所以说白棋本身局部就如果想收黑棋气的话只能往这儿下，但是从无论从棋形还是从棋本身来讲，白棋不太愿意走在这儿，就是他希望效率可能高一些的补棋。对对，白棋已经不可能把子放在这儿。嗯，下到这里呢，其实上午的这局也就结束了。就下到风台。对，正好是那刚才是下的，刚才对，刚才黑棋粘是最后上午的最后一手，然后白棋进行了比较长时间的考虑。嗯嗯，这个时候小贾，你觉得这个局部现在是一个怎样的局面形势啊？因为我觉得从棋上感觉，因为黑棋可能有一些弃子的选择，所以感觉白棋稍微会累一些在下的时候。我说你的意思就是说黑棋可以弃掉任意和一块？对，我觉得就是如果他在外面获得的利益够大，或者说黑棋可以在通过弃这块的时候把这块封住的话，那么白棋本身就算吃了的话也不见得好。然后而且局部黑棋其实这个情况气很长，然后觉得白棋吃起来有点累。对，因为本身在这一带就是白棋的大模样，那么黑棋就算死一坨也是至少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他只要在外围获得足够的便宜，那么黑棋就是可以接受的。嗯，现在显然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之后，陈阳也认为必须要同时吃掉黑棋的两块棋才可以。嗯才可以争胜吧。然后下午的第一步，对，白棋非常强硬的搬，然后黑棋拐之后白棋再连搬，这个是
因为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一代的毛病，黑棋是白棋是需要在这儿补棋的。但这边呢，如果你单纯的后手补，不管是你是走哪，随便走一个或者补一个或者贴一个，飞点好像对，这个局部有点问题，白棋是很弹的。嗯，如果你提，我就搬，对，这样气就是眼见的。对，所以这样就是去局部形成一个对杀。那、嗯、如果说你要挡这边，这样是黑点提劫，由于出其无劫，这样白棋就很难了这个局面。这个棋一吃就是局部形成劫，那显然白棋不可能找到相应的劫材。嗯，所以白棋如果贴在这儿补是不行的。那么也就是说你想，就是你只是想单纯的补到这边也同时补到这边，那你只有减气。嗯，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对，黑棋就首先黑棋可以点一下白棋的形状、嗯、非常的不爽。嗯，然后然后黑棋提，嗯，白棋为了杀黑棋只有扑啊，这球好像是被点。嗯，是这样的棋形吗？这样是，这个是什么结果？对，是这样。这样还是白的。对，这样白的还是不行。是这样，跟刚才区别是黑棋先提了一下。嗯，就对，还是设计还是打劫。嗯，对，因为刚才白棋是贴在这儿的，黑棋就不需要提这一下。那么现在白棋贴到这儿，黑棋提的时候，白棋事实上也是不能去吃黑棋。对，白的可能只能缩野。对，或者是尖这边。尖一个。嗯，对。那如果尖的话、嗯、就白棋本身局部活很伤，这边黑的一吃这已经活了。对，这时候白棋也只好做眼，这个时候黑棋其实下法很多。嗯，粘这个就活棋，就局部眼见的活了。白或者粘，然后这边吃也可以，你必然要吃我这边，然后再搬过来、嗯、这样因为白棋吃了半天就只有脚上这一些木，然后这几手棋反而已经变薄了，这样白棋可能也不太好。对，这样白棋是断然不行，只是吃到脚上的而已。这边已经烂了，然后中间的头被搬了，大势上也被黑棋掌握、嗯、所以这个结果是白棋不可考虑的。所以白棋不能这样。对，也就是说白棋不能单纯的在这一带去走棋。那么同样的，你这个毛病是永远存在的，你也不可能在这边去做眼啊，去啊冲这个去攻击这块黑棋，那他必须要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或者说比较有，就是不是那种正面的，去那个解决这个问题。他实战选择了在中间先那个动手，因为这四个子的棋局嘛，黑棋肯定是需要跑。但本身这两手棋很损。对，非常损。对，搬，然后黑棋再搬，然后这手这一贴我觉得就惊爆眼球。其实下的时候也很需要勇气。对，这张棋确实面临着黑棋中间拔花的这种。对，我们都小时候说中央开花三十目，但是就也不至于真的三十目，但就是价值非常非常大。对，这张棋显然中间的黑棋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了已经、嗯、然后当然陈耀烨的意图也是达到了，他通过搬了连搬在中间先损，然后成功的走到这一贴，成功的先手走到这一贴，那么也就防住了黑棋在这一带的那个大师的最简单的吃是不行了。对，防住，然后他再回到这边冲。嗯，他的意思就是黑的如果粘他就做眼，然后现在的话就直接对杀的话，这两面气可能黑的不太够。 对， 对，黑棋粘的话白棋就做眼。那么现在假设黑棋搬，白棋其实点这边黑棋不行，黑棋如果说想搬必须要先延气、嗯、然后再搬，但这样的话白棋就把这边收住就行了。对，这角上就形成一个双火，那么你提掉我这扑就是双火、嗯、如果双火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黑的这块由于没有野位自然就无解。对，这是一个里胜外熟的双火，所以这样黑棋在局部单纯的想要进行对杀的话是黑棋不行。嗯，那么看起来白棋陈耀烨的意图似乎达到了。嗯，他通过搬连搬似乎我看起来他好像可以吃掉黑棋的两块棋。嗯，
但是因为它首先这个地方损的太多，然后以后黑棋就算这边跳一跳，这已经有本身这个地方好像被点这个形状，就黑的可能还是有棋子在里面。对对，黑棋就是说，虽然说你有可能吃到两块棋，当然只是有可能了，但我通过外面的包扎，首先这一带，我不管走什么，估计总能长几个子。嗯。然后是在这一带，我利用你的余位，首先去做文章。我就算是让你吃掉我，然后我把你这口封住，那么大家可以看，黑棋这一排已经有了大概十颗子的势力，在上方黑棋的阵势也是非常宏大的。嗯。也就是说，即使黑棋简明的弃子，形势应该也是黑棋非常不错的。嗯。但眼见的这一点确实白棋不太好。对，现在朴晓勋仍然是不依不饶去追究白棋的形状。现在白棋局部是不是大概两种下法，要么直接团，要么压一下再团。对，如果是压的话，黑棋会长，白棋团。这样黑棋应该会先粘一下，应该不亏。粘一下不亏。嗯，然后大概爬过。嗯，这时候首先白棋不能长，如果长的话这被冲断完以后，由于这摆一下，对，气紧，这样摆气太紧了。因为这个地方有扑，哎，不对，打我就打，好像你就搬砖就行了。其实不需要那个考虑太多，这样对，这样眼见的黑的再一搬，这个对杀很明显的白棋气不够。对，这样是假设白棋继续执意的要杀，那我就算最简单的打吃了一半。白的这个点，对白棋，现在黑的就搬家完了受气，就眼见的白棋，白棋是慢一气，嗯，对，所以白棋肯定是不行啊。如果他长不行的话呢，他好像现在头就不太好出了，已经长不行，也就意味着他要么粘，要么直接回，他粘一下应该是不亏，粘完之后可能断一下，但是这样黑棋的目的其实也就达到了。首先这样通过弃子，首先我不知道能不能压这个，嗯，就算我爬，然后你就算挡回去打两下，挡回去吃掉我，就算你吃掉我，我这一排也是达到我刚才所这个黑棋的目的。因为这个对，简单看一下，如果假设打成这样以后吃掉黑的白的这块大概多少，这样之后白棋黑的因为中间可能还能扔一个，就算比较简单才能这样之类的。确实稍微有点简单这边黑棋完全可以下到这里，嗯，就这个显然你需要吃掉我，否则这里脚上你就无法吃掉我，嗯，然后你现在是怎么吃，所以你就算吃一个，那我再回来，对，我就随意你再补一个，嗯，大概也是正常，或者你靠，就算你靠这样吧，然后你再拐一个。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白棋现在这里面有多少目。对，这样白棋18 12 34 26 30 33 35 45 55，大概加上今后的收戏肯定是不到60目的。然后轮黑下，黑棋首先拆边这个，我就不管具体的怎么样，我觉得这样点过来这已经快40目了，但是这样点过来我觉得60目棋对黑棋来说简直是已经非常容易的事情。对，所以这样白棋不能接受。对，白棋其实现在真的是白棋的难局了。嗯，因为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黑棋是可以甚至可以是两块棋都弃掉的，但是白棋呢却不能够很委屈的去吃。如果说被外围全部被黑棋走到的话，白棋的形势仍然是非常的被动。嗯，所以他必须要采取更强硬的下法才能够有可能扭转局势。实战才会选择单团，然后黑棋粘了一下，这是黑棋的权利。对，白棋这只有左眼，如果说你点外边，这个局部仍然是形成一个对杀，然后黑棋点，黑棋可以先提，黑可以先提，你如果要对你如果要杀我这块你必须是再一点，就很明显的黑棋快了，黑棋快一些，加我就搬针，然后这时候白棋提是亏气的，提我吃你这其实只有两气，你只有收气。对，但是黑棋这有四气，然后白棋这段黑棋提的
其实吃白棋是有三气，嗯，也就是说局部是黑棋快棋，嗯，对，所以白棋在黑棋粘的时候，白棋是不能点在外面的，嗯。当粘的时候，白棋正好作用。嗯，这个时候假设黑棋再翻被点到这儿，那么做眼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黑棋提白棋扑，然后黑棋想要收白棋的话，这是粘二三四五六，白棋有六口气，而黑棋外面只有五口气。嗯，黑棋是不行，而且黑棋事实上是慢两气，哎，慢一气，对面，白棋黑棋不行，所以。在做眼的时候，同样的黑棋是不能去搬。但黑棋眼见的就是在上面做下来。对，黑棋还是需要在这一带做文章，因为在这一带把黑棋可能不容易有好下吧，因为你即使你这边延气，可能你跟我这块棋对杀就是白棋跟这黑棋这块棋对杀，可能是黑棋不行，但是上面大家看还是就是至少局部是一个双活呢，还是的出现刚才的那个分析的那个局面，嗯，所以黑棋必须要先在上面去做文章。黑的首先最容易想到就是下利，然后对下利是其实是我的第一感啊，白棋拐，对白棋拐，然后黑棋可以拐一下，对可以拐，这拐是延气的好手，嗯，因为棋是先手，所以白棋要杀黑棋的话只有挡。我们这样黑的就跳出来，眼见的白棋现在就有点困难。对，白棋至少是要面临收气了。嗯。假设你搬，因为这一带我提掉，白棋扑，我侯是先手，也就意味着这边我可以拐过。嗯。那么白棋可能搬一个是，如果你想杀我，必须要搬。他们在。对，但我就算了回棋。黑棋这个地方其实气非常的长。白棋以后要一手两手，因为三手你走完以后我这还有扳，你还要先对你还先在这一带吼一个，这样的话就是我有一气两气三气四气五气六气七气，再加上我还有个眼，这个对白这个地方黑棋有七气，然后白棋就算粘掉一下，然后我就算我一挖大概是形成这样的局面，那么一二三四五加上是挖这一手棋，白棋是六口气，黑棋是七气。嗯，而且由于我有眼，还是你要往里收，所以眼见的白棋已经慢了两气了。白棋是对杀不过黑棋，嗯，所以其实黑棋利也是第一感。我觉得，如果是利的话，白棋应该也是不太行。嗯，但是但他可能会担心别的下法吧，可能拐不到这一下有对。啊，白的时候可能白的会走外边，嗯，就放火，对，嗯，就放黑棋火，把黑棋提一下，然后补火，嗯，当然补火，然后白棋可能这两边还是，但眼见的这地方好像得补齐了，这如果对不走飞可能已经不敢硬了，这被搬，对，飞白棋已经不能跳了，这被搬好像，刚才白棋点到这里是白棋快一气，嗯，那现在显然。虽然已经黑的严了不止一气，这一飞肯定你已经紧不住我的外围的气了，嗯，所以这样白棋这边是需要补一手，可是这边需要补一手，上面假设你补一手，上面我就算点一过来，嗯，这块白棋显然也出现了问题，嗯，就算你你可能还是活的活棋，但是我外面我已经把你封进去，然后我再抢到右上的丁或者是右边的拆，那么这个棋恐怕白棋也是形势也是非常被动的，所以其实黑棋利呢，利是很多人的第一感，嗯，实战这一跳也是，所以实战黑棋的朴远勋并没有利这个，他是选择了跳一个，对他是看这个，他的想法在这一带与我出现了一点的分歧。白棋现在有几种下法？首先，就尖过是可以看眼见的吧？对，尖过是可以不读过的。
但是就看起来，嗯，看起来黑棋好像有问题啊，因为这被度过了，那这可能就无疾而终了。但是好像黑的脚上气还是特别长，所以再加上黑的外面特别厚嘛，就是白棋。看起来就是兼过黑棋是不太行的，因为这个，白棋已经成功的度过，然后黑棋这局部已经死掉了。嗯，因为对这两这个有这怎么样？这死了就意味着这可能都要死了，那白棋的失控的优势就很明显。但是实战的长夜也是选择了这样的下法，实战的长夜也是兼这个，然后同样的是黑棋跑。白棋搬，黑棋粘一下，形成我们刚才摆的那个图。嗯。但事实上，好像恰恰就是，嗯，可能成为了本局陈小野的败招。此时我们先摆他的正确的图吧。我觉得，本来应该只能搬。黑棋长。黑棋长我就怕，这是没有办法的。这样的话，这棋可能，还可以下。白的也很不堪，对，然后我可能要打，嗯，啊，这边，这样虽然说，就我黑棋随便掉一下，应该是，黑棋优势比较明显的局面，但不管怎么说，白棋毕竟还有收入囊中，对，这样不管怎么说，白棋也获得了比较多的实地，嗯，今后呢，在右边的黑棋的这一带，黑棋的阵势中也可以去那个。折腾进行一番折腾，还是有胜还是有胜负的。但是实战的白棋选择了一个眼见最好的下法，看起来最好的下法，然后黑棋跑，白棋度过，看起来这个图白棋明显比刚才强，但是黑棋点，嗯，然后黑棋拐一个拐。这样的时候发现，首先白棋肯定不能跟着硬了，跟着硬这被一尖好像气又是不太够了已经。对，如果白棋挡黑尖，那这边同样的是黑棋可以先提一下。嗯。同样是跟刚才我们的那个立夏的那个收气图形成了相似的。嗯，白棋还是要搬针。对，如果你搬针，对。如果你搬针。刚才我们验算过，这边黑棋是七气，嗯，对，但是这边白棋有几气呢？白棋首先，我就紧气嘛，嗯，然后你粘一下啊，我可以我就贴住就行了，嗯，对吧？然后你是一二三，就算我是搬粘的收气，然后你是一二三四气，你这有四气，这样肯定不行，对，就是七气对四气。这是一个很悬殊的一个杀棋的比分，嗯，我觉得。所以白棋不能再跟着硬了。对，所以这个时候白棋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吃黑棋了。嗯。所以白的实战黑。对，也就是说，白棋陈阳业的这步尖看起来是局面最好的一手，但事实上它却可能成为本局的败招吧。对，令白棋遗憾的一招。就如果输了的话，就是有问题。嗯。实战白棋飞这个，其实可能本手也是加，但是形势所迫，它只有撑一步。嗯。然后盘白盘黑棋盘。黑的现在最简单的就是自己补活。对，黑棋最简单就是补活。就提一个，提一下，然后补活。对。这样的话呢，其实白的也很困难。白的现在还是眼见的这地方欠一手棋，然后这上面也很。对。也欠半手棋的感觉。如果你这上一步走，我就搓或者尖。这个棋，白棋大家看，对整块白棋似乎也要遭遇灭顶之灾。嗯，但是这边这一飞白棋还是挡不住。嗯，白棋无法吃掉黑棋，那么也就是说，黑棋现在即使坐活走上，白棋也是，不太好。对，似乎没有办法争胜。嗯，实战黑棋越战越勇。对，实战的漂亮就对被挡一飞称为吓嗨了，这不错。嗯，也是对。一将胜追穷寇啊，嗯，就突破真是太狠了，就不是去单纯的做破，而最强更强硬的下法。白棋呢，自然是也是要硬的，在这里，然后白棋搬过来，这都是对，然后黑顶白打，看起来这时候
黑棋似乎是我的第一感似乎觉得黑的有点问题，因为这个拖你一旦在这边收不了手，那白棋再回到左上的左上的关，那你就前功尽弃了，你就功亏一篑了。而且现在你也封不住他了，就如果这方没有手段的话。对，假设你现在就搬，由于有这个挤的存在啊，由于挤的先手，你就可以把我断了。然后我补一个。对。所以我会补一个。白补一个。那现在假设你做活，那么你这几手棋是否便宜，就成为一个问题。假设你不做。如果是这样的话，基本上不便宜。这样的时候，白棋就把这补了，可能就补了一个。白棋可能会飞起，高效率。对，有可能就是因为你这头也不能死，你这头也是连着我这一头，你等你出头的时候，我再回到这步，那白棋有可能一手棋就处理好了，上边也处理好了这边，这样黑棋我觉得是得不偿失，这一头可能是真的是吓嗨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但是显然实战他看到了一个非常犀利的下。可是似乎高潮就这样戛然而止。这个时候飘逸计算非常清楚，飘逸棋这一段的时候其实已经很直线了，没有几个太多的图，所以这种计算就已经不难了。现在显然是黑棋直接就把白棋断开，局部就可能要形成杀气。就白棋如果想好好收气的话，可能好好收气。就是说这样的话可以万点便宜气，但是好像还是不行。力的话黑棋可以粘。嗯。如果说你补外面的断点，如果白棋就补一个。那我收气。对。就已经。对，黑棋收气，这样白棋局部一二三四五，白棋五气，黑棋是一二三四五六，黑棋六气，显然白棋慢一气。这个变化非常简单。白棋如果想收气的话，对，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白棋只有两种下法，一种是收气，一种是提这个延气，延气，对，一种收气，一种延气。如果你收气，我断，白棋打吃也是必然的，否则这一长就死了。然后白棋跳，只好延气。这时候我提这个，黑棋提这个是先手，在对外面你的断你是。就遭遇灭顶之灾，你只有补。那这时候我已经紧住你一气了，我再回到这个针，就白棋仍然快一气。对，白棋仍然是不行。所以实战陈阳烨肯定也是看到了这个图，所以他就选择了直接斩杀。对，这个时候白棋事实上已经是江郎才尽了，我觉得已经是不太行了。实战粘这个也是。在我看来是一种认输的前兆。实战当然黑棋进入棋，那很显然这块棋你不管你走什么，我一粘你只有四气了，你已经就死掉了。那从逻辑上讲你可能要提，但是提的话这一般这个脚步的对杀就暂且不谈是谁有利，应该是应该说是白棋死掉的局面。然后这边这外面已经被分割成这个样子，显然白棋是不行，所以他实战就也算是行了。对，实战的白棋立这个，看到这里我是觉得这盘棋有点那个，可能就很快会夭折。这盘棋说实在的，陈阳烨发挥的是非常差，他从布局的一开始的次路的飞了之后的再飞。我从现在看来啊，就似乎他的调子就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因为以他的棋风，或者说以他和朴远逊两个人的棋风，都是那种比较喜欢实地，都是非常注重目数的。对，他们对目数都是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吧。比如说，但是他长远从一开始就下了两步在空中的棋，然后去经营他所不擅长的大模样。我觉得可能。本局的失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那么下成这个样子，下成实战这个样子，大家可以看到白棋已经全部的死掉了。在白棋的大模样中，最后结果是白棋阵亡。那么我觉得可能
就是优劣已经不言自明了，可能白棋现在一下就是需要再调整心情嘛。嗯，是这样，白棋点角。嗯，这个时候其实跟棋的胜负已经没什么关系了。黑棋真，嗯，白棋在怕。那我们可以简单也判断一下棋怎么样。对，现在其实黑棋分一个应该说是白棋，嗯，应该是不行。其实这个局部黑棋白棋是无法吃掉黑棋的，如果你跳一个，嗯，我就搬跟刚才我们之前的讲解是一样的，黑棋是白棋是应该是要差一棋。那其实我就算不飞，我就算上面掉还是刚才那样的，嗯，我就算什么随便走一个你吃掉我。嗯，我们先按这个图来简单判断一下好了。这个图将来仍然你是需要补，大概要至少补三手，嗯，至少要补三手，扣三。对，嗯，我点了半，点了打八十先生，有点三十五目应该不到，三十五肯定不到，三十三目差不多，再加上这一代的十二目，大概是45目。嗯，白棋一共有45目。黑棋在上面，对，10、20、28、30、33，再加上这个3目棋36，这是46，这是大概是56目棋。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些问题，对，这还有断。就不管怎么说，我就算跳一跳也是先手。那么现在是56对45，黑棋盘面11目，然后还有潜力。对，该黑下，然后黑棋有这根巨大的潜力。嗯，黑的还很厚。对，客观的讲，现在应该是，就是局面应该是奔着盘30去的，所以可能跟胜负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关系。嗯，嗯，可能由于这么大的优势，实际上我觉得黑的这手棋，不得不有一点点的疑问吧。对，这太稳了。黑棋确实现在是处于一种完全不会的状态下，如果说原始的朴晓训是超一流级别的棋手的话，现在朴晓训应该可能就是他现在已经退化成业余级别的能力了。我觉得这张棋真的就是实在是不会的时候才会去走这儿。我觉得，嗯，就是语言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形容这张棋有多么的稳健，多么的优势意识，是心理的意识是多么的强。嗯，但是白棋就跳。然后黑棋就特别简单的爆炸了一下，挖粘，然后粘上，就黑棋就特别轻易的，弃掉了这一块棋。这样白棋比我们刚刚判断的应该多了七八目，一个天目了。对，多了好多。本身刚才那个图就是黑棋就最稳的、最猥琐的一个图，但现在显然是要更胜一筹。实际上。黑棋定，当然这个棋确实，也是黑棋优势巨大的。嗯。不过黑的这个顶交换便宜吗？本身这地方还是这个跳有先手味道，然后，的。所以这个。感觉下来有一些。对，黑棋可能就简明处理的感觉。从这一代开始进入他的表演时刻，对，这个顶也是明显亏了。如果单纯从局部来说，黑棋肯定应该退，那白棋应该需要补，然后将来黑棋通过挖也是，嗯，也是先手，白棋只能粘，嗯，然后我接，将来我这间这个不仅仅是目数白棋会非常少，然后局部白棋也是本身还没有活干净，对，白棋也没有，就是在脚部是没有活干净，所以说从局部来说，黑棋肯定也是应该退，嗯，实战它顶住也是。继续为我们大家表演。嗯，白棋点，黑棋粘，白棋拐过。嗯，黑棋就插。然后黑棋对淡的，淡淡的一插，因为这个虎大家可以看到，显然是先手，就这地方不走会有一段，所以本身接下来虎一个，白的可能会连败。对，虎一个也是顶的相关联的次序，这是。嗯，就是那既然你顶了，既然你都顶了粘了，你这虎过来不是很正常吗？嗯，我们如果说看成白棋，白棋也不是很好硬，可能搬一个。搬我冲一下。
不太好应。白棋可能退或者挡住吧，嗯，可能挡住目数好一点，可能会挡住。那我们如果看成这样的话，这一拆二实在是对太淡太淡了。显然至少不是，你至少放在拆三吧，至少看起来像个样子才行吧。嗯，啊，我觉得确实可能优势过于巨大了，所以说可能导致朴海勋的心理出现了一定的波动吧。嗯嗯，如果说是换一个棋手，换一个比方说像李世石或者是崔哲翰这样的比棋风比较力战型比较激进派的棋手，嗯，可能他在任何时候即使他优势再大他也不会退缩，嗯，他也会选择他认为这个局面下最好的下法。嗯，但是这盘棋的朴海勋显然跟李世石与崔哲翰这种风格的棋手是有很大不同。嗯，实战大家看到这个中间压了靠了一挖粘，然后这边顶了粘了一拆二，真的是世界级的猥琐。如果是凭那个棋界猥琐冠军的话，恐怕这盘棋的黑棋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嗯，但由于形势走后白棋下的非常的，对，白棋既然你已经这么稳了，我自然要继续欺凌你，反正我这棋已经输飞了，顶住，我黑棋顶，白棋再飞回，嗯，黑棋搬，然后这一代其实白棋也没有什么便宜，嗯，就跟逼了一下，对，这还损了棋，但是本身黑棋如果逼黑的肯定不会往这飞，但是这一代也是损的，对，这个地方就是黑棋事实上已经是无所谓了，因为他的心态我想大家都已经看得出来，所以他在这一代即使是亏了他也应该也是不在乎了。嗯，然后白棋就继续找头绪，对，白棋靠形势不太有利，对，仍然是必须要把握战机，白棋必须要制造战机首先，然后争取等到黑棋的错误，嗯，战棋才有可能赢，然后实战飘下去终于虎到这个地方，白棋打，嗯，黑棋搬，黑棋搬，白棋现在因为黑的虎了一下以后现在已经搬不下去了，就我们能看到这个地方由于有这个子以后争子黑的有利，所以搬不下去了以后，对，这一代将形成一个争子，如果没有这一下的话，本身对白棋就可以争掉黑棋，嗯，但由于黑棋虎了一下之后白棋争不掉黑棋的话，那白棋这样下就自然就不成立了，对，所以说在搬的时候长夜在这一代是又没有什么，对，没有战机可言，嗯，所以他实战转战到了右下，嗯，拖，但是黑棋飘旋就淡淡的上，嗯，然后爬，坦率的讲我认为朴海勋在优势的情况下把握优势控制局面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是这个能力他确实是在数一数二的，嗯，但是我个人确实是不太欣赏他本局的这种把握优势的方法，就这几步实在是太缓，对，这几步其实实在是如果说围棋是一项艺术的话，那么我觉得这几步棋不算是什么高深的艺术，嗯，显然现在黑棋还是继续贯彻它的稳健的风格，对，搬，然后再搬，上黑棋打吃，黑棋长，现在就是白棋跟着白棋走什么，黑棋就跟着硬就可以了，嗯，确实优势比较大，嗯，我觉得。一方面这棋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战绩可以找，可能陈阳也在整理心情，也是对，在调整心情，因为明天如果说这盘棋黑棋赢的话，那么明天他们将进行第三盘的较量，就决胜局的较量，对，所以这个时候在已经输定日的情况下欺凌一下黑棋可能对明天的心情也会有点帮助吧，嗯，现在就黑的都硬得很简单，对，白棋扭断，黑棋就吃，白棋吃这个黑棋就粘，嗯，这一代黑棋仍然下得非常委屈，因为大家看原本是这样的一个棋形，黑棋在中间已经长了这么多子，面对白棋的靠黑棋就搬，然后断就吃，把吃就粘，然后呢吃这个就棋，
这个真的，对，本身如果是军事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看到这种骑行出现的，应该是。对，这是真的是，这我觉得这不，我相信围棋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嗯，所以我觉得我是个人是不太赞成朴永勋这样的下法，尽管说可能这份，即使他这么下他也会获胜，但我还是不太欣赏他这样。嗯，不过现在黑的确实优势非常大，然后黑就加了，这要不要一战？嗯，要不要跳？哦，然后黑的去说这个。哦，其实现在我们可以就说完这个，判断一下形势。对，其实我觉得后面本身也不会差太多，就看现在这个时候目怎么样。对，白棋实战之战那个。嗯。现在可以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形势判断。这个地方黑的打一下是全力，对，黑棋打一下是先生，嗯，看成这样的目，对，目数是这样的，这一带右下黑棋十目，嗯，然后这个十四、十五、十七，大概有十八目，嗯，十九、二十二、一、二十三应该是有的，嗯，就这两个是二十三对吧？嗯，然后这上面应该是三十三目，我记得加这应该是三十六，对，刚才二十三、三十六，大概五十九，基本上。嗯，没算这个已经有五十九，应该六十左右，对，算这个应该有这一代七十肯定没问题，对，这一代肯定不止十目棋，但就暂且算十目就是七十，嗯，然后白棋这边因为现在已经这样就几乎不用收，就嗯，十目二十二三十二三六差不多，肯定不到四十，可能算上下面差不多四十目，嗯，我似乎觉得只有三十五，是吗？我就觉得有点撑点的，三十五，我把它全撑住了。对，三十五起，这一代大概有个几步起，但肯定不到五步，嗯，这一代白棋显然是不到四十。嗯，然后就算四十的话，这边差不多五十，对，五十四步起，嗯，五十二三，然后刚刚黑的已经有七十，再加上现在还该黑棋下。黑的这地方白棋又是一块孤棋，只能说优势确实太大了。对，确实现在应该是盘，应该也是盘二十左右的局面。嗯，应该会马上认输吧，我想说，哦。对，哎，就走了几步就结束。现在黑的飞，嗯，然后白棋，白棋冲断，冲断，然后黑的固住，然后就认输。哦，然后这样白棋认输。嗯，这盘棋可以说是陈耀烨、陈天元极不发挥的一盘。嗯，恐怕这盘棋在他的职业生涯也是数一数二的，因为我很少见到陈阳烨这种风格的棋手能够特别快的脆败，我觉得我以前应该是没有印象的。嗯，那这盘棋对于陈阳烨九段来说也是，我想也是一个比较惨痛的教训吧。当然我也是觉得朴哥，大朴哥朴永勋在已经是铁定获胜的情况下的一系列下法也是不是太欣赏，对，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就是他下出局面更好的最好的棋才是我希望看到的，对，当然也是恭喜他这盘棋获胜了，然后呢明天他们两个将进行第三盘的较量。嗯，然后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直播。对，我们围棋 TV 将继续为在24号那个美妙的下午为大家带来决胜局的现场直播。好，那我们这盘棋的解说就到这儿了。然后休息5分钟之后会为大家带来那盘川棋杯的刘星对谭笑的不，刘星对连笑的对第二盘的较量。对，好的，那么大家休息5分钟之后请继续回来观看我们的解说。嗯，好的，再见。